这是边框，边框上我们都标注好了，上下上面就连接上轨，上轨是更高的这种轨道，下面就连接下轨。安装的时候就这样，用红外线把这框架打得横平竖直，红外线打垂直，要不要装，要先装这个矮轮子先进槽里面，然后再进高轮子，然后推过去。不管哪一套门，先装最边上这扇有一个把手的，装进去，就要打开它。装完把门全部打开之后，然后就把这下面这个限位的装上去，上面的限位的装进去，螺丝固定好。然后开门，第一扇，第二扇推过去打开，第三扇推过去打开，第四扇推过去打开。